教育，像我们教学的一些基础教育把它教好，其他会像大会报告，云下一小朋友，云下一小朋友，运动有一点好，来，请来我这边，就希望说大家在养了狗之后呢，能有一些基础教育，那它就不会造成啊你生活上面的负担啊，就是你发觉说它会。好，我们今天呢、啊、在养会啊，哎，现在几点？两点，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，我们试试看好不好？八只，最后八只看好不好，把它送走。但是呢。